各位同心大家好，好，好，哇，足歹势啊！头一摆和秘书长安尼疏离吼，真多谢秘书长。啊，非常高兴能够参与我们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的行列。在我个人的人生里面，我只知道之前的十年前是只有想到基督教的生活，还有山地人、原住民、山地三包、山地四包、五包。哎，奇怪，有的人说，哎，你原住民是什么山地三包？安尼我三包，你四包。奇怪，那个名是安那混乱到现在，所以我过去这样看起来，因为在宗教生活还有宗教界的，我们台湾是非常复杂的。有人讲，咦，奇怪，李登辉总统是基督徒，是安那到宗教庙庙那边去拜拜。啊，我伫神学院研究读册时嘛是同款，去看看宗教里面，到底这个台湾的宗教有那么多的，一看是民间宗教，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太多。那这样过去的生活单纯当中说，你好像是来找出一个生命的希望或是生命的盼望。不过以为是过着单纯，但是在原住民的生活里面，在台湾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的生活里面搞混了，搞混到什么程度啊？本来是族群是应该是和谐的，无论是原住民、高沙族，还是北对汉人、汉人，还是新住民，那么多的住民当中，台湾应该是真可爱的报道，而且是 Formosa 是非常漂亮，亲像1600多年前。日本天皇的太子来到台湾的时候，看到遐尼水的高山，遐尼水的原住民。那时候他们说：“哎，这个是番人，没有穿衣服，都是番人。”万境，鼓励很多。哇，看见说这个到底是真正的人类呢？那给人看起来形容出啊，这是夷人，这是。野蛮民主。但是这位太子呢，他发现来到山顶，哇，听到真水的歌，嘿，苦干沙里呀莫里一莫，安尼好听不？是安那好听，你嘛听无嘞？亲像我伫40几年前到苗栗大湖的时候，在那边读书，才十几岁的细汉囡仔，我对苗栗、台安乡、大安溪，假如去过的，伫遐对遐开始行路行半工，到大湖，很辛苦的走路呢，每一个礼拜。都要走一趟，结果来到大湖的时候，又给客家人欺负啊！拍谁哈？来队伍还港人唔怕哈？有冇？汉人有冇？有哦！啊，牛安好。但是我到那边山上的时候，跟大湖中学说，一看哇，又听中文。听很吃力，假辣的。
我伫山顶是讲我家己的话语啊，咁啊应该答应个哪能啥该挖门该答应咯？底下嘛是听无。哎，我到大湖嘛，咦，个黑方听拢无啊？不无变咯，还是要读书啊。这个读到前面的时候，因为近视眼，那时候家人也没有办法带一副好的眼镜，眼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钱去买眼镜啊，所以坐在前面。后来四周围都是客家人，那有两个左右是平地客家的女同学，她跟我讲：“卡沟西德位呢？啊，那路你说是改样嘛？那意思说，哎，坐过去一点。”我往右边坐过去，结果那个右边的女同学说：“卡过去的位呢，再过去一点。”跑到左边，然后那个左边的同学说：“再过去一点。”奇怪，他们怎么欺负人？后来这样讲了去，你再讲下去，我杀你哦！啊，这个犯人真的要杀人了，要除草啊！所以一直搞混到。到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才慢慢了解说，哦，台湾现在族群哦，应该要慢慢和谐嘛。好了，我们在神学院是真的是蛮和谐的，也帮我们。那时候我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都是扫厕所是当作赚钱的机会，也是一个月的生活费。因为山上没有钱了，因为连开学毕业然后当兵都没有家人陪我去，赶了起来狼。那我现在那么好的时代，按你注册费北部不利，对不对？这边也是在那里宴客，哇，在那边像我们以前山上的当兵的时候，哦，还有三四桌在那边聊天，在那边喝吃喜酒，好像是在结婚的样子。因为说要孩子当兵了，就要好好送，好像要送，是不是要再回来？我不知道了。但是那时候一直过的这一段的生活里面，才发现说，哎呦，到底台湾出什么乱子？那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下，台湾有很多的政策迷迷糊糊，不是只有模糊的，迷迷糊糊。那有的是我在前面，我为什么有放挂虎夸虎？啊，其实在十几年，在八年前的时候，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已经请了我们秘书长林志升博士跟我们的顾问何瑞元，还有当时第一届的陈仲模主席，请他们办了我们台湾前途的研讨会。那长老教会每年都会办自认为国家研讨会，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国家，所以我这边写夸虎，无论是了解我们台湾民政府法理论述知识与落实也好，或者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国家政策也好，这是当时我还没有加入还没有进入台湾民政府的这个领域里面所得到的一些形容哈。那我们看看在这一段时间，无论是在山上或者是在平地，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为什么把夸虎？
刚刚那个这边台湾法理论述，我来到这个地方，不只是知道他的知识，也继续研究到底台湾法理论述在我们台湾可以理清了什么样的政策，之前都搞不清楚，那以为说哎，咱台湾人，咱中华民国的人，还是咱山地人、原住民、北地人，这一些那么多的名词当中都一直在那边搞，其实还没有搞混哦，那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搞混，是不是在模糊，那还不清楚，因为都是活在宗教界的生活里面，特别当一个牧师很单纯的在教会里面，有一次我们原住民高沙族的牧师呢很早就有车子，买车子是为了教友方便，但是北对教会的牧师还是长老，我们所称的长老和牧师哦，一奇怪，原住民牧师不是写得这么低，是怎么有五级这样可以买车，实际上他不知道。我刚开始开车在30多年前的时候，我第一次开车从山上去，为了车祸在山洞里面车祸的那段时间呢，那我路过山洞，然后警车还在那边，也没有去救呢，警车不去救，是警车等着救护车，结果有一个警察说啊，牧师卡博西嘛，牧师在这边，哇，请牧师停下来，我就停下来。然后有一个是已经奄奄一息了，因为车祸蛮厉害的，可实际上是喝醉了，喝醉撞到洞的山洞里面，那个有一些比较弯曲的，而且那个石头很尖，然后警察就告诉说啊，亚夫牧师啊，赶快送有一位已经受伤蛮严重了，后来我就送到竹东，而反而那个警车就开倒车了，我说奇怪，这个警察吼自己不救还要叫我救，后来发现说诶，也是需要了，不一定是救护车，所以当时就再去，结果到了 医院的时候没有多久，那个也是死翘翘了。那我谈论这样的事情说，在山上哈，有时候开车的人就把它当作救护车还有生产车，我们有一个同事呢，他也开车，他说哎呀，赶快赶快要准备生了，我都没有那种直接到妇产科那边也帮助一些正要生产的姐妹。那这些谈论呢，我们看到说哎，为什么有钱的人有买车，没有钱的人还会买车，因为环境都不同，山上真的是需要，所以牧师的车子是包罗万象的车，任何人都可以会停下来。那现在因为人越来越多开车，所以就不必需要牧师的车了，也方便了。我谈论这一点就是因为在生活上还有在观念上说奇怪，牧师有时候就参加了社会运动，那时候就看到说本来只有看见说原住民的生活应该是自己管理，但是没有办法管理自己，还要受整个当时的社会形态，那现在也是如此。我们看看这些的，我们回到这边的为什么会夸苦，因为在看着中华民国国家说还没进到台湾民政府
听到这样的法律论述的时候，自以为说中华民国是国家，哦，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旧中华民国。结果以为是啊哇，特别是中华民国，无论是中华台北还是任何的名称，只要碰到运动比赛或者是棒球比赛，到国外的时候，哇哇，台湾人加油，台湾人加油嘛。结果一看，怎么那么多高沙族在打棒球？像那个红叶最早的于洪开，最早的打棒球啊，也是胜过日本最强的。就他们发现说，诶，高沙族很会打棒球。实际上不是只有那时候的于洪开，实际上在日本管理台湾的时候，台湾的棒球界早就已经参加日本最出名的甲子园棒球比赛。那这些都是因为当时日本已经进入到把台湾当作自己的臣民。在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诏书昭告全世界的时候，真正发现台湾人就是日本的天皇的臣民。不过这些的词句已经没听到，没有听过的，只有来到这个地方才有机会分清楚名词的正确。之前还没有加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教育政策方面也好，体育政策方面也好，或者是族群的政策也好，好像都会靠着说，哎，民意代表或是立法委员都是他们掌控。但是到了台湾民政府才发现说，原来台湾政府跟中华民国政府不同的。那从什么看得清楚？我们看看那个我们的文宣。咦，你是不是台湾人？对，我是台湾人。我看到你的这身份证看卖，一看身份证，结果身份证是不是台湾政府身份证？是不是？有没有看到你们自己的身份证？不是啊，不是台湾政府，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就说啊，我们也有钞票，我们也有台币啊，一看不是台湾籍啊，是什么钱？中华民国钱啊。这些都是会还以为说这是诶蛮正常，这些不要紧，这个嘛是烂台湾的籍啊，这个是烂台湾政府啊。但是这些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弄得更清楚？因为他要让我们模糊迷迷糊糊糊生活下去。那到了台湾，我们台湾政府来到这个地方参加，然后听到秘书长任何的讲师，都可以看清楚，慢慢理清真正台湾政府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不同。那另外更有趣的是，假如按照刚刚我所夸胡的那些上述的词句呢，实际上不是中文华语的标准式嘛，对不对？哪里你这样每一次写一篇文章的时候，你那么多的夸胡，这个不合格，对他们来说。但是其实这些华语中文到我们台湾政府执政以后，会慢慢的给它削减，让我们自己的台湾话好多话讲黑话的，还有打样的白忘的阿弥斯后，整个族群的意识重新建构自己的正常的地位，自己的正常的语言。那因为过去为什么那么多的原住民高沙族不会说出自己的语言？
在三四十多年前，很多高沙族的年轻人到都市赚钱的时候，都是一堆一堆，都是一撮人，或者是都是一群一群的。有一次我听到实际的例子，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还没有开设这个彩虹专案，这个彩虹专案是蛮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三四十年前这个专案还没有成立之前，都是我们十几岁、十二岁、十三岁的少女都在那边做买卖。那爸爸妈妈，高沙族的爸爸妈妈，为了金钱也是在那边卖自己的女儿。有一次在1970年，我们进入到台北乌来，我这边做牧会，乌来教会差不多在那边快5年多的时候，发现一件非常可悲的一件。还好我的太太也现在也是当牧师，她是喉咙狼一起带塞雷休假，所以我能够讲台语一些些，也是因为我的牵手这样帮助我。后来在台北乌来那个时候呢，1970年到差不多三四年前，碰到一个例子，有5个少女被父母亲卖到台北市。这个在那个小房间里面，他们有的从窗户都跑出来，因为他们觉得非常，对他们的身体是非常的凄惨。我师母我太太就问这个少女说到底你们痛苦在哪里？我说真的受不了啊，一天要接20个人，你看一个人少女哦，一天就接20个的嫖客，那这样的生活，然后一个人卖给这个老鸨60万。所以刚好这个少女跑出来以后，那我太太就听到这个消息，就跟这几个少女见面，然后我们就请他们到我们乌来教会跟他们一起生活，生活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都是师母我太太就跟他们一起聊，然后我们也谈到他们如何去处理这样的问题。那我太太就马上说好，我亲自到你父母亲那边见，然后也跟他父母亲见说，假如再一次你再卖给你的女儿给台北，在卖身的时候，我就要控告你到甚至会被关的一天。其实那时候控告只是真的是恐吓，有点也不是恐吓了，就是吓一吓父母亲，能够把父母亲好好照顾自己那么难得非常漂亮的与原住民少女。那一段的时间，这样想起来真的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活在流亡政府的生活的状况。那这样的损失呢，那有当中有一个已经当妈妈了，我们看这样也差不多30多岁的妈妈，看起来说啊，真的还好，帮助这批的少女。那这些的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流亡政府一直在剥削，一直在欺负我们人的生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唯一能够结束这些流亡政府，唯一能够终止中华民国继续混乱我们台湾人的生命，混乱我们台湾人的教育知识，唯一可以终止的就是我们台湾政府，我们台湾民政府。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有没有？所以你们才来嘛，对不对？来家就是让有特别的书兵创作台湾历史，我们实际上来到这个地方要创造一个新的台湾的历史。
我们就是帮助台湾人回到正常的生活的地位。不是前些时候他们不是在谈这个核能吗？啊，我看这个核能他们的算法，哇，那很便宜啊，0.66。我这样0.66一看，诶，那么便宜，比别的国家算的便宜啊。那实际上有暗坑，有暗坑。反正中华民国的，在我们高沙族的同胞有一句流行的话说，只要中华民国政府所列出来的比例或是数据，那是明的哦，暗的不知道啊。所以太多的生活的事，这是明的哦，暗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消息？有哦，有哦，哇，这个厉害，能够被我们发现，这个就是要改变中华民国的一个契机，就是要靠你我来参与我们台湾民政府。那有些时候政府的政策会什么时候才会关心？其实过去除非你是有阶级的人，或者是你关心整个政策的人，不然大部分都不知道什么是政策。请问一下，你们在座的什么是政策还没有进入到我们台湾民政府这个受训练这一段的时间之前呢，哪一个最会关心政策？我来做一些的来看看有一些多少的统计哈，不要不好意思哈。你知道中华民国的政策的人请举手。好，你在吗？那所以有的人说，来到台湾民政府来参顾啊，来学的训练啊，哇，又来一个党派啊。也说，你怎么会来参加台湾民政府训练？是别人告诉我，或者是从新闻媒体这样看，慢慢看，然后慢慢发现，真的不同，是在哪一个地方不同？那今天我们来看看不同的地方，因为在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政策里面，只知道说很乱。好，无论过去几十年到现在，哇，不爱参顾，拢是乱哦。那今仔日的台湾生活经济上拢是乱哦，教育嘛是乱，立法院嘛是乱，哇，然后什么都是乱，难怪我们高沙族在1988年、1989年、1992、1993年还我土地的时候，哇，第一次碰到3000多个人，1988年差不多3000多个人，那边为了土地的问题，因为还我土地是让我们看清楚这个土地是安那，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的土地？当然了。站在现在的法是三地保留地，所以我们今天都是说，你有多少的保留地？你有所有权状吗？即使所有权状还是受限制。所以在台湾到目前，万高沙族真的无收土地所有权，都没有土地所有权状，一直到现在。难怪被称为说保留地，哇，好高兴哦！乡长先言说，你看我们把那个保留地，征编的，然后那一边，那一些山区就还给我们高沙族，哇，高兴的要命！一看，没事赶快呢，保留地啊，保留地啊！什么是保留地？保留地的意思就是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是政府的，依照现在。所以
从我们整个的传统领域那么多当中，还是哦，这个化编为这是你们家族的，这是你家的、杨家的、陈家的，那这些整个都是整个被划编为中华民国的土地啊，这是山地保留地。奇怪，为什么没有平地保留地呢？为什么只有山地保留地？是怎么没白地保留地？你知道吗？不知道啊。那就是要控制整个高沙族，因为他们也发现过去高沙族的历史非常凶猛啊。你们也看过，可能当中也看过赛德克巴莱，哦，那个凶猛。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凶啊，跟平地同学打架的时候不会输给平地同学的，打篮球也不会输给，只不过是你们太高了，但是那个勇气哦，哇，真的是像牛一样啊！我们打篮球的时候一撞，哇，这个山地人怎么撞人呢？啊，我们也想尽办法把他撞，结果他撞也不会痛啊，他自己跌倒啊。那这些当然是因为不同的血裔，不过谈到这种的生活方面，因为都是在中华民国的政策里面都是乱，那政策的错误真的比贪污更可怕吗？这一句话是很好，但是在中华民国的政策里面没剩什么了，对不对？贪污的真的很可怕吗？那个政策的错误很可怕吗？是很可怕，但是在中华民国不可怕。就像白鲨鱼、白金鱼，吴敦义说他也会弯呢，啊，一样。中华民国嘛是安尼，看到人就弯了，看到高级层级最高的人，一看到嘛是弯来弯去的，有没有五级的人看牙，对不对？没有钱的没办法。老马到我们的秘书讲说，哎，这个老马在高中生在建国高中的时候数学不及格，然后到台大的时候，台大考不上律师的，他的名字叫做马英九，然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哇，顶呱呱的顶尖的世界级的学校，那只有一个人，哈佛大学没有律师执照的，什么名字？他的名字也是姓马的。这个姓马的统治我们一流的台湾人，不是台湾人。那些这些都是因为乱嘛，还因为碰到政策，他们自己做假的，所以这个是明的，暗的也在里面，所以碰到这样的问题都是活在中华民国的生活里面。所以这句话在我个人来讲不通，只要在中华民国的政策里面，只要在中华民国的执政里面，只要中华民国还活下去，这句话不通，跟功能不同，所以会失去，因为他们都整个事情一直生活到现在。那今天我们来加入了台湾民政府，更需要这些的。我们看见台湾民政府给我们更清楚法理论述，就发现说原来台湾要回到正常的地位，因为整个的法，你有确定的法才会走正常的路线。那假如这些法被中华民国继续搞乱，这些法会伤及所有的台湾人民，甚至会凄惨，这是一个台湾历史的悲剧，
所以唯一能够结束中华民国的执政就是要靠你我。那当然我们也要求美军政府的一些的项目，那谁要去改变，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看看以为是说在山上里面什么问题都可以找县议员，什么问题可以找乡长或是明代县长到立法委员，但是你有机会跟他们见面吗？你没有一些的两个刷子哦，你没有办法，也要透过人，而且还有什么包啊，不是三包不是白包哦，是还有什么红色红包啊，这些都是只有中华民国才有这样的机会。那要结束这些真的很可怜耶，我们几个在山上哈，我想不是只有山上，台湾人也是这样，关机完那些民意代表还是立法委员都要送红包白包，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够吗？在表明是真的是不够啊，但是在暗的时候他们有办法。有一次我们在山上，这样台风一来的时候，哇，应该是砂石还有漂流木应该是高沙族的财产嘛，奇怪呢，这个整个的木头还有松柏萧楠应该土石流下来是应该都是受很多的伤嘛，对不对？那些木头，但是在中华民国里面的政策，咦，奇怪，土石流是应该是有被石头弄伤了，或者是这样流到底下的时候应该不整齐啊，但是在中华民国的政策里面还有很整齐呢，差不多那么长的木头被锯起来，咦，土石榴也在里面也藏起来也被锯啊，你们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山老鼠嘛，那整个都已经切好了，然后就放在河边的旁边，甚至藏在底下，等到台风季节一来，土石流下来的时候下到河边，结果最先去管住而且去掌握的是谁？黑道。那黑道他们真的有实弹带着，去年台风季节在我家乡，他们真的，我弟弟也要本来要去采一些的木头漂流木，一看这些漂流木都是很整齐的被锯起来，结果不能进去，因为整个三更半夜白天都是差不多有一样的制服，然后他们带着枪，就是不要让人去采这个漂流木，等到一个月以后全部都把锯好的带去官商勾结以后呢，最烂的就交给他，一个月公告说好，你们高沙族原住民可以去采了，那全部都被采，都被黑道拿去，整个对高沙族的生活还是没什么大的帮助，所以这些都是在碰到以为说他们可以替我们解决这些的困难，很困难，本来就困难。我们来看这个，几年前李庆安的双重国籍的案件，那我们看看这个标题有点不对劲，李庆安双重国籍案上诉驳回无罪定验，还上诉，你看检察官他们上诉，然后他们自己的法官驳回，而且是无罪定验，特别在这些的新闻的时候，我们看看李庆安双重国籍
诈欺案，最高法院合议庭昨天驳回，这个是11月两年前的11月4号的新闻，说二审无罪判定判决定验，高检署9月14日才对本案提出上诉，然后只有51天就三审驳回确定，法界人就哇，这个认定创下记录。我请各位注意一下哈，第一个是法界人哈，就是专门研究法学的人，看这些法界人对台湾有什么贡献，我们来思考一下。那最高法院强调，李庆安同时触犯了贪污治罪条例的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依法可以上诉三审，但检方未起诉贪污罪。在诉讼法里面，刑事诉讼法376条规定呢，司法达官大法官就解释说，本案不能上诉三审。哇，这个才是真正流亡政府的标准法律的规定。你再看看，又有法界人士哦，法界人士很喜欢痛批啊。我要请各位听到说，法界人士哈，看有没有比我们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厉害不厉害啊？我们来做一个比较。那然后有一个法律系助理教授啊，他也形容这个，明明知道李庆安这件事件是违法的，而且的确是继续担任立委，又没有被好像说拿不该拿的钱，竟然没有犯法。你看，这无疑考验最简单的逻辑，有谁能够接受？你看律师的还会讲说有谁能够接受。好，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形容词哦。律师界、行政法院还有普通法院陆续判决李庆安不必返还薪水就没有犯罪，法律竟然都奈何不了他。你看法界人、律师然后教授奈何不了，那可见他们说法律真的不公平哈，在中华民国还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事件呢？啊，这个才是更严重的。那今天因为搞混了台湾跟中华民国的名称，都在那边一直搞混，因为是中华民国继续执政的问题。我们来看，你看有那么多薪资啊，不必还了、啊，就是甚至整个的这些的金钱都不必返还。你看2000多万，还有1亿多的，这些整个都是碰到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我们回到今天台湾的历史，那实际上能够给我们看清楚，就是因为台湾中华民国有大中国的意识形态的问题。那意识形态呢，常常会碰到我们整个政策都在拼吞。那现在就是给我们搞混的问题是台湾地位，实际上美国委托蒋介石这个集团呢，两件事情，按照战争法里面，按照秘书长教导我们，实际上应该要成立一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这个就是民政府的前身，但是没有办法做，那最后就把这个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那一段时间，因为他们为了法律的自己的定，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本来要废省，但是美国不赞同，你一旦废省，这个民政府的这个组织的前身呢，就会被滥用，所以他最后把废省当作动省来看，有没有印象？啊，这个名称，我想这几天我们都会
会听得出来。那台中华台北或是 Chinese Taipei， 那在秘书长给我们解释是非常清楚，因为中华民国流亡政府，那这个流亡政府呢，实际上就是他就要控制整个一个流亡的人、逃难的人来到你的土地，变成主人，这样合理不？真的不合理啊！所以在中华民国的执政里面，太多的不合理啊！我这个只不过这一堂课是只是点缀点缀而已。那我们看看有这样的名称。无论是 French London 还是 Korean Shanghai， 这些都是很清楚，都是逃亡政府在，就像法国逃亡政府在伦敦，啊，韩国逃亡政府在上海，那这些都是给我们更清楚，的确要分清楚台湾人跟整体台湾 the people of Taiwan 跟那个 the people on Taiwan。 那我们更清楚说，台湾人的确跟中国人不一样，台湾人跟中华民国真的不一样。那中华民国是的确都是中国人，你能够奈他如何呢？唯一的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来做宗旨，你我有这样的使命跟责任。期待各位在不同的名称当中，无论是美国总统也好，在他们的国务卿也好，都讲得一清二楚，台湾不是国家，中华民国更不是国家。那这些国家的政策，当然这些国家政策不是国家的政策，本来就不是真正的政策嘛，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那有人说免签证了啊，好啊，免签证，结果你还要说出出生国，那出生国你要进入到，这些都是谈到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又不是国家，台湾又不是国家，你怎么写你自己的户籍？这个搞混了，搞混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候为了选举事件，家人在那边争吵，部落在那边争吵，社会也在那边争吵，整个乱。为什么？谁那乱？教育谁那政策向你乱？为什么？高沙族为什么自己没有办法认定自己的身份？为什么？这个都是因为流亡政府还在我们当中。所以唯一就是要结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使命。愿大家有这样的一颗心继续带动，然后我们这几天还不够，应该回去，特别是我们年轻人，这个 Facebook 多善用 Facebook， 然后把整个的你所得到的理念告诉你的朋友，这样好不好？哇，谢谢各位，这样短短的时间让上帝祝福各位，让我们真的发现回到真正的地位，就是要靠我们法源，靠我们台湾正常的地位，都是大家的责任。谢谢各位。今日又困十分钟。